We all know that 2023 is the year of the rabbit, but do you know why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picked the rabbit among the 12 animals that formed the Chinese zodiac? 十二生肖起源于我国古代华夏民族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研究的结晶，自先秦时代已经形成，只是各地呢存在一定差异，到汉朝时彻底定型。十二生肖除龙为虚幻之物外，其余皆是日常可见的，其中可分为两类，即六畜和六兽。马、牛、羊、鸡、狗、猪这六畜是人们为了经济目的而驯养的，而鼠、虎、兔、龙、蛇、猴这六兽呢，则是一定程度上骚扰人们生活，人们对其心生畏惧的动物。这些动物慢慢由各氏族的图腾标记呢，逐渐转变成为了十二生肖。由此可见，生肖里兔的原型最早是给人们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妨碍的野兔。But why is the rabbit the fourth animal? 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一一对应，十二种动物也就成为了代替十二地支的符号。其中，兔与十二地支卯对应，卯时是清晨五时至七时，这时太阳刚刚露面，甚至还没升起，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隐退。玉兔是月亮的代称，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这样兔就与卯时搭配了，排行第四。